其实呢，就是今天在这里，对这次的这个美国行程是主要是之前就是主持人说的啊，就是算是一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这个第一次英国的参访，还有第一次这个加拿大的参访之后呢，那人呢已经有点不行了，所以应该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就是自己的时间，然后算是本来想要休息休息，但是后来把这个变成就是比较正式的，也不算是私人的，就反正就是每次都会比较不那么顺利吧，应该是因为很多人想要想要见面或者怎么样都有了，所以就是那就我觉得那些话呢就先不要说太多。那主要呢今天有这个一个就是参观不记得这样的一个就是带领之下呢，有这样一个就是佛学中心，而且不只是佛学中心，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然后呢来帮助我们印度的包括西藏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僧众啊，或者这些穷医疗方面啊，或者各方面啊，都做了一些帮助。然后呢然后大家都知道前往阿尔布切是从一开始啊，我从西藏过来的时候是一起从西藏走到印度的一群人当中他扮演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一个可以算是我可以比较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到了这个叫什么印度之后呢，就是发生种种的困难他也没有办法待在印度大家可能也知道，所以呢他就是一直留在这美国印度也回不去了所以呢就是待在这边呢，刚开始呢他可能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就在那儿等死了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慢慢有一些希望慢慢有一些可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之下呢，然后就是开始呢就是东山再起吧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就英雄就出来了，所以就开始就做一些这些慈善的其实他已经以前在西藏的时候也做过很多慈善的就是活动也有一个孤儿院，所以因为他可能就喜欢做这种事情吧，所以开始就着实做这些慈善基金，还有呢就是藏传佛教中心那希望呢他也想要盖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寺院在弗拉什在这边因为今天我第一次来这个中心新的这个
像是新的房子里面，也算是还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就是狭窄吧，所以反正就他，所以他希望能够，他可能就有很多的就是梦想跟希望，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啊，所以呢大家希望能够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竭尽所能的就是帮忙他，然后当然他的脾气不那么好我认为啊他到美国之后他这个他的个性可能会有稍微有改变啊，然后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呢还是老样子连个美国也改变不了他的性格，所以没办法了，还是放弃了啊，所以我觉得那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没有时间讲太多的佛法，关于佛法的一些，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当然在座的可能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可能对佛法有兴趣的，甚至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修法或者就这个做功课，然后呢我觉得如何能够我们把真正把佛法的不只是说就是自己信仰佛法或者拜佛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只懂得拜佛不懂得学佛，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利益，或者真正得到这种佛法的智慧来解决人生的问题。当然人生里就有很多问题，不是说每一件问题都是用佛法来解决，这也可能也不是啊，应该是说不是佛法不是就是用来就是提高你的生活水平啊，或者就是让你发财啊，就是让你就是比较名气啊，这些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佛法的专长啊，我觉得这不是学佛的目的，学佛的目的跟他的这个主要的用意呢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很多人啊很多人就有一点好奇，因为他们觉得我从小就被认证为这个活佛啊，活，虽然这个就是名字好像太夸张啊，活佛啊，就啊好像是有点夸张啊，但是呢就是他们认为啊从小就被认证为活佛什么干嘛吧，然后呢过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了，可能很多的年轻人所拥有的这些生活或者自由我就没有了，
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好奇的问我说，你做干这个行业啊，你干这个行业的你觉得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然后他们说的，我就说的，我就很难开口，因为我说这个他们主要是想要问我开不开心啊，坐在这个位置上感觉怎么样的。然后我说这个说开心呢、其实也不算开心，说不开心呢，我觉得好像对不起大家，或者对不起就是好像对不起这些历代的法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所以呢就很难回答。但是我还是想要回答，我就还是想要就是表达一些自己的感觉，说我不觉得我很开心啊，或者很快乐。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感觉，虽然我自己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呢，我自己感觉呢，可能有时候这个幸福，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快乐跟幸福，或者这个幸运快乐跟这个意义好像有一些不一样。有时候你感觉不到所谓的比较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快乐跟开心，但是你心中啊，或者你的就是在某一个新的这个深层啊，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有意义的感觉，有一种可以算幸福的感觉吧，也比较多是意义的感觉。可能就做这个行业啊，可能又比较有意义。如果自己能做得到的话，就可能比较有意义。这主要是能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我只会把这个就是行业呢，把它当作是一个服务大众的一个机会。我也不晓得我自己是谁啊，从哪里过来的，以前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啊。而且呢，我也不管我自己是谁，或者我有没有这些，就是是不是感冒包，或者有没有这个以前的这些法王的这些记忆，或者怎么样，可能这个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那已经就没有了，就是反正就已经认定为活佛啦，所以现在再怎么说也没，就是已经太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事业呢，把它当作是一个服务大众的一个机会，这样的时候，那心中呢可能觉得可能自己在一个自己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道路上，但是能不能走得很成功，这得要看自己啊，这个就我不能保证。所以呢，每一个人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也不是说我们追求一个短暂的快乐，或者短暂的一个幸福，短暂的一些目标，是更长远的，是更全面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要提高自己人生的意义或者人生的价值，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比较全面的一个就是态度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呢，佛法呢教我们如何能够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啊，然后得到就是，所以我觉得，但是主要的有一点就是说，你学习佛法啊，它可能是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就是有一个那么简单，那么就是那么怎么说啊，那么顺利或者那么舒服吧。有些人把这个修行佛法当作是一个就是让你感觉舒适的，让你感觉就是轻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办法。但是真正的修行，那可能不会让你感觉很轻松，因为它是实战性的一个东西，实战训练啊，这军队的这个实战训练，所以它一定要真的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啊，然后呢，精力啊这些啊，我觉得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很，可能就也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舒适。反正就是它是让你变得更强大吧，或者更的变得更有智慧，更有就是面对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所以呢，可能这样说起来大家都好像有点严肃起来啊，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太多严肃的话。就是总而言之呢，可能那佛法不只是说你要就是能够念念经啊，或者你拜拜佛就这么就容易啊，它是真的是把这个佛法的精神跟智慧带到生活里面，然后去面对啊，主要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各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可能要比较注重的一些要点吧，算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我也不会多说了啊。然后希望呢，就是我就借这个机会呢，在座的每一位都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